接下来收看的是《凤凰秘令》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《中华财经台》。各位电视机观众，大家晚安，又来到我们凤凰秘的时间，我是何怀真。今天的大盘呈现就是止跌反弹的嘛，所以说跟你讲说，这行情基本上的话。 一定是摔断头之后，大家会发觉到，哎，原来根本没什么事哈。但是毕竟这行情在杀什么？实在简单来讲，这边目前来讲，你还是要重视的是要选对个股哈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近期从去那个上个月大盘来到10,014点这边，10,014开始跌下来，真的总共跌10天，哦，跌10天里面有跌到多少股票，早就已经什么？ 都已经破底的股票相当的多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在断龙，就是杀龙子嘛，一样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选股的重点，你一定要跟上那个真正趋势的主流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说，从10,000点来到10,000点之后，我天天跟你讲说，我带你一天胜过你努力一个月，包括你的股票一定要点到就涨，好，否则说实话你会被牺牲掉。 到近期大盘来到进来的时候，今天已经5月12号，果然今天开盘的时候来到一个相对低点，开低而后走高，好，虽然它只是小涨了17点，但有没有发觉到这行情实际上很多股票都已经涨停，每一档就是我之前送过给你的油田嘛，好，帮我 F 利丰是没涨停，但是它回来了，包括汇赚科天天在电视上跟你讲的汇赚科，好，也要探底汇赚科。 还什么持续什么涨停板，好，今天持续涨停板，但是不是涨停板多厉害，是告诉你在之前它曾经有下跌过。那为什么它可以在简单一点来讲，这些股票基本上还是资金，它就是没有跑掉嘛，就讲直接一点嘛，本来它现行为什么这么漂亮？所以接下来讲，我就跟大家强调，你一定要去注意选股的方向，因为这个地方主流在异位，那大盘也即将在5月15号左右，好。 这地方，毕竟来讲，你自己看，为什么是5月15号？第一个来讲，大盘现在跌破的月线嘛，这是绝对是好买点。但是你不要急着去马上什么去追高，你一定要选择未来本周主流再换手。好，最晚到5月15号左右，你一定要做多，否则的话，它开始要走一个轧空行情，因为杀多而后一定走轧空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好好去注意，你要买股票。 好，不要再放空了。好，如果空单这个地方你有赚到钱哈，你一定要适时的什么翻空为多。很多股票它也跌不下去了，但是你要真正这个地方相对你做多了，要选什么股？你要选要像汇赚科，包括像油田像 F 利丰这种股票，点到就涨的股票，你一样把电话拨通。因为进来这句话，我是告诉大家说，你一定要慎选，你手上股票一定要一档胜过你手上10档。 否则说上你没有办法去战胜这个行情哈，就拿这进来这个汇赚科来讲，实在严格讲起来，这张股票是在上一波宏达电要修正下来这一波来讲，我跟你讲说，拍谁你来电做赠送，那时是4月29号，还记得这一天吗？好，那时候我跟你讲说，这张名字叫汇赚科，我给你个新主流，你愿意跟着换，这张股票不止来到8.7点3，甚至它在近期之前还有一天跌停板。 杀了一根跌停板，我特别有告诉你，这个地方绝对你不要去任意去给它做杀跌的动作。这一天来到一个76块跌停板，隔天在这个地方74.1，好，你相对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再回去？像它有给你机会再一次观赏到这张股票的，我这张股票基本上叫做汇赚科。 严格讲起来，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寡占市场。它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它特别有涨？如果你看它获利，虽然获利没有特别的亮丽，但是为了它成长的爆发力强在哪里？因为它本身不是人人都在参与这个，它是一个寡占。那所以代表什么？这种股票没有人，它没有跟有没有特别的竞争力嘛？所以基本上这家公司你一定要按个赞字。所以这种好的公司，你要逢它拉回，包括还有一个重点，它最少它没有融资嘛。
就没有人融资，所以怎么你就不会给他摔断头啊？这种股票基本上，哎，它有拉回，你再来买方的话，一定当然相对会比宏达电来得强。好，我知道很多人在骂宏达电，也包括我也跟大家说 sorry， 因为毕竟这种股票就是大盘在这一次的一个下跌的过程里面，把很多的它要大风吹，好，一定要让你下车，一定要让你下车。那为什么要下车？因为有人要买更多，我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了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投资朋友，毕竟我们也有时候在操作上说坦白一句话啦，毕竟每个人的位阶不同啦，好，你也不能说啊，别人怎么样。我说真的，讲真的话，公司再怎么报这种股票，基本上它永远都稳赢不输的嘛。但是毕竟投资朋友，有时候我们毕竟是散户的朋友，有时候你的资金部位不够大，有时候一买全部在一档股票上面，真的说实在，一定会被人家一旦在洗盘的过程里面洗个半年洗个一年，那也没办法，就相对在这个地方。可是那种痛苦不是人忍受的，所以我跟你讲说，你可以适时的哈，把它先转个弯，因为大盘这一波下来行情里面，你完全要重点的做到点到就涨，包括未来大盘也要往上走的过程，你也要跟着我这样做动作，因为它主流在异位，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，好，没有办法。反弹的股票当然一定会有，但是当它资金本身在主流在异位的时候，那没有办法，你一定要懂得灵活的操作，有时候该放就要放，好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汇赚科基本上你有没有补回来？当然一定补回来。何况这张公司基本上，说实在，单单这个公司来讲，实在很多人问说，老师，那汇赚科什么地方可以再买？应该说这种股票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一定有。那你手上有的，真的说出来代表要恭喜你啊，因为毕竟这种股票基本上你很有眼光啊。那电商我敢跟你谈这个股票，代表是什么？我知不知道一个资金的流向，包括主流在异位的方向？我一直跟你强调，未来真正从5月15号开始，是中小型一些真正有成长性电子股会出头天，还有包括一些被错杀的一些股票，包括像类似像油田这样的股票，还有一个节税概念股。哦，杰秀刚才像 F 股票从回台挂牌上市的这些公司，基本上它会有比较受一些法人的青睐，你可以往这边去做规划，你就不会赚不到钱。那包括目前来讲，你有些股票一定要适时的把它什么，把它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不是叫你一定要在低档卖光光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加码动作，你要这样跟我们做动作，你可以把电话拨通，就如同之前。好，你可以买在汇赚科，买在一个相对77、78块。那说实在，今天这个涨停板对你来讲就相当有意义。好，包括要带量上涨，大盘涨它也涨，大盘跌它也是你的避风港。还有包括第三方支付的一个像网家一样的股票，你不要看网家啊，今天网家没有特别强啊，它不是收最高，但它都已经来到485块，有没有很快？哎，这两天大盘怎么跌的？我天天跟你讲的就是网家哎。它只是很可惜在哪里，它量不大，还有什么？它基本上它并没有，不是很便宜，因为它40-50万你才买一张，就是400多块股票，高价股，不是人人都愿意参与。但它筹码安不安定？你看这波行情怎么样的大跌大破，它只要跌，你愿意买在450块的人，说实在的，它回得去吗？对，包括今天收盘的时候，它还涨的，它是涨7块钱，昨天涨，今天也涨，哎。大盘涨它也涨，大盘跌它也是涨，这种股票何坏之有呢？对不对？只是问题它再也回不去量450块，甚至连465块都没有了。所以你有的恭喜你续报哈，但是不是叫你要追高？其实说这个就是一个大盘在大风吹的方向里面，已经它主流在异位，好，所以未来你想多赚一点钱，因为大盘万点，不小心搞不好六月初你就看到了。因为这行情基本上很多事情是很瞎的一件事情嘛。第一个是和旺事件，加上什么维持率要提升到130%，很多什么就刚才这边的自断融资的这个问题，实在这不是坏事哎，不是坏事哎。一拖拉股的，就有些股票就像什么，就是一个一大牛车上面很多人在上面的股票，坦白讲，我认为比较不容易大涨。好，那如果这边目前来讲，你要怎么去规划？一定就是要像这样子，走一个全新的路线。因为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，大资金部位好了，我请问你，你明明知道那边上面很多人在上面等着解套，你会不会那么？你的资金部位在拉抬那些股票，是不是很辛苦？我请问你一下，
一定很辛苦的嘛，所以相对你一定会制造一个新的题材嘛，新思维嘛，这样子法人包括一些有钱人什么才会有兴趣嘛。所以要时代在改变，有时候没有办法回去，有些股票基本上反弹一定有，但是你总不能一定要求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时代在改变，如果你不变，就没有大钱可以赚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也不要要求自己这么多，毕竟。我要跟你谈的股票说，你只要有新思维，就如同会赚科就是一个新思维。他只要第一个你要注意，他公司有没有寡占，包括他的产品如何。实际上，基本上这家公司在大陆是经营的相当的亮丽，包括它的一个产品，它是金属机壳上面的金属的电镀的东西那你想想看，可成基本上业绩好不好？那可成业绩这么好？那我请问你，这一家公司一定也不会，也是有什么周边的这个相对什么？这是它镀电镀制成，它本身也获得苹果公司的青睐。那未来呢？未来这就是个趋势本身的一个趋势的主流。我请问这家公司，难道你不应该给它按个赞字吗？好，所以还有包括它融资，它没有融资嘛？所以这种股票基本上就跟它报到这边。但是我还是跟你讲，你不要去做追高。反正这张股票，如果严格来讲，在汇赚科之后，我曾经在电视上跟你邀请过你一档股票，就是在金华光学之后，金华光学当然今天涨，但是毕竟这张股票并没有创新高。金华光学基本上来到快600块的时候，有一个这一次的一个回马枪。我就是告诉你，先不要去买金华光学，你可以来电，我会送你一档不输金华光学的股票。除了网家你看到，这也是其中一档标的股。有没有点到涨？还有一档，今天正式给大家公布，就是 F 立丰。这家公司你要多善加留意。如果你手上刚好是这个，这种股票叫什么节，就是节税概念股嘛，因为它不用缴税的啊。所以这个 F 的股票，只要你里面本身有一些好的标的股，你有兴趣，要从这个地方去做琢磨。未来这也是一个趋势，非常。比较轻松可以上涨的股票，那这种股票基本上你逢拉回，好，有些好的我会对你点到就涨，就如同像立丰来讲，它好在哪里？第一个，2014年营收它是往上的，毛利率它本身的一个有79%，现在这家公司基本上是化妆品直销的，好，那比大力光来得好，它历史天价在3位数字以上，所以未来这种股票基本上。我那时跟你讲完这个，我说179块，实在一张都不用卖了。那时说实在行情是往下在跌，在5月4号的时候，我说173块以下你买就对了。我买在哪里？现在刚好碰到大盘的错杀一带很多股票，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谈的东西都会轻松马上给你做印证。这家公司最近刚好打到有一天盘中跌停板，我不知道你捡了没有？我当然是捡啦，166块啊，在这个地方。你把它卖掉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三家公有什么特别性的地方？第一个来讲，业绩相当的好，它的 EPS 有将近10块。帮我们比较一个最简单，它本身在中国大陆，现在应该全世界谁最有钱？就中国大陆嘛，它有3300多家的连锁加盟美容院。这边来讲，包括克里汀娜，就是它的一个护肤的产品。你也知道，化妆品的那个毛利率是很高，单单这个79%。79%的毛利率，你看到瓦赫坦嘞，包括它从直销已经走到什么也店面的，现在开始走店面，已经回台了，在走连锁的，那包括来讲，目前来讲，主要中国到近2、3线的城市已经在崛起之下，它消费能力相当的可观，所以目前今年它预估的规划要增加到600到700家，所以去年来讲，全年来讲，它赚10块钱。好，你不要小看这10块，生技股本身能赚到10块钱的并不很多哦。包括你比较一下，还有一家也是做医美的，叫 Doctor Wu。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好，已登陆新贵，目前是258块，那立丰，请问就算今天上涨，为什么我敢买在下跌？包括173块以下，我告诉你都不用去怕。包括你手上有套牢在179块。我认为你一张都不用卖它，我跟你坦白跟你讲，这种股票基本上还有它的未来性。好，那我运气比较好，因为刚好碰到进来，说实在，你只要股票不要拉太长，你可以点到就涨。它位阶甚至它有被错杀到166块，你全收了吗？今天不是真的很高兴吗？今天说实在，它已经回到哪里？已经回到20均了。
这档股票也是在电视跟大家报告的一档股票，那时候邀请你，你可以来电跟我们一起操作。量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一下这种股票，我要跟你谈的是什么？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趋势的方向之一。好，我今天不是叫你要去追高什么利丰，就什么什么类似像这种高交易筹码安定的股票，未来的大盘5月15号正式要往上走的过程里面，好，如果你可以接受我们这样操作的方式，我欢迎你，好，拿你手上的股票来换，因为我一直跟你强调，毕竟散户朋友你手上有很多股票，如果它时间点会比较慢，就像说啊，有些股票是3个月、5个月、半年之后才会涨，好，那真的说实在，这半年里面。大盘搞不好涨到1万点、12000，好，最多也到12000又要下来。那你这样是不是浪费你的生命时间？如果你可以接受我们这样的规划，也欢迎你拿你手上的股票来先转换一下，因为有些股票真的它就是有没有人要买的问题嘛。那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要买？说实在，你这边等等等等了半年，等人家救他救你的话，说实在，那真的是没有办法。那你跟着我有什么好处？第一个来讲，毕竟实在在。改变的过程就是一个行情在规划、在变动的过程里面，很多投资朋友他一直在眷恋在过去的一些操作模式，那这个地方反而让你会跟不上时代角度步的一个变迁，所以常常说一个行情在做一个稍微做一个转折、一个大变动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全部被吹倒了。你相信我，哈，我就像一根小草一样，大风大浪吹不倒，因为在于我会求新求变，所以我今天才不吝啬的告诉你一些这边很重点的股票，你可以从这边去规划它。好，包括有机会，利丰，好，我不是叫你追高，如果你手上有，恭喜你，这种股票基本上我不认为它马上会这样给你解决掉的，因为毕竟你自己看一下，好，它的高点在193块。可是你有注意到什么？进来这档股票，法人卖不卖？有卖一点，但他买都多于卖，包括这档股票，实际上近期也回档幅度相当，回档了16%。你觉得它的未来性这个地方，如果它回档了16%，这么大的幅度，将近20%，法人都还没有去卖掉，那是谁卖给你的？一定是自己砍自己的嘛，因为他进来还蛮强的嘛，蛮强的时候，有些人看到大盘在不好情况下，就把一些赚的钱卖掉。你不见得有低点可以再买回来，哈，包括我现在说你要比较一下，因为这家公司有没有成长性，有没有未来性，包括它的题材性够不够，我觉得蛮够的，哈，你只要不追高杀低，你稍微注意一下这家公司目前都还在250块，所以我认为它未来往上的比价空间还相当的大，好，这个地方来讲，哦，你可以值得去留意。那当然也打电话进来，这张股票基本上你愿意做动作，哈，不要嫌多。老师，你买到也没有马上涨，没有办法。前两天行情这么烂，我哪有办法？我不行啊啦，最少我买到对你会有个交代。那今天还有一档股票，好，因为老师那利丰我那时就不敢买啊，好，看电视你有跟我们讲啊，那没有买跌停板你不敢买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包括你今天赚到钱也 OK。好，这边来讲，我接下来讲要再介绍一档节税概念股。也是 F 的股票，获利相当的好，也是一个寡占上。因为严格来讲，它的产品，它是很有竞争力的，会像汇赚坑不小心，会有一个让你期待很上涨的空间，这样子。因为那种股票基本上你要讲的它是题材性嘛，没有竞争力嘛，筹码相当安定。你错过 F 利丰没有关系，这边来讲，那有一档我今天刚好是跌的。好，我等于点到这边，这张股票基本上刚好回测这个季线，一模一样，200块以下你要全收。这张股票，我未来我认为它的空间，因为赚钱干了，刚刚10%、20%太容易了，好，刚好今天还没有涨，那你不要问这么多，你把电话打通，如果你要做高价位股的，我会选中一档股票。今天你要做动作。再把电话打通，如果你打电话进来不要做动作，那就拍谁，我就没有办法，那就不欢迎你打电话过进来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，但是不欢迎你不做动作，因为这个地方你在跟什么，跟钱在做赛跑，跟时间，哈，有些股票时间比较慢，哈，有时该轻轻放下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哈，有些东西来讲，时间是回不去的，我会用补股票的方式给你，哈，所以我会亲自带你一天，会胜过你努力一个月，好，所以你这边来讲，错过这些股票都没有关系，你证明说我们现在。目前来讲，我们是这种规划的方式，无处别这档股票，把电话打进来，拿你手上股票来换。好，这边来讲，我会告诉你他到底是谁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我一摔杯子，你们就动手。
嘛是安怎？今麦爱去买杯啊！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。宝利达蛮牛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代替害虫，消灭登革热病媒蚊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适用各种电蚊香器。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鳄鱼保护您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高者应酬，饮酒过多，张国酒强为善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，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切青菜唔能用水龙头直接冲，安尼做土质。冈田营运宽田示范，磨水安用的港中啊！使用节水标章的产品，就可以轻松省水。大小企业一起节水，用行动来争取水资源。节约用水，在生活的每一天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那回来我们第二个单元哈，那另外有一档股票，实际上你也改做血塞啊，很多人这两天打电话进来说，老师那档股票还没有赚上涨，那我哪有办法？股票在这两天大面杀声隆隆，我不行，而且我一张股票都没有，我是把好东西都嘛都给你先分享。但是毕竟今天你看到不一样在哪里？最少呢，我的规划的股票，坦白讲，就好你看一点，加一点，看一点。现在这张股票基本上就是油田，而且我跟你讲说，很大的一片，好大的油田，这样。这一家公司的名字也取得相当好，哎，这名字取得很重要，哎，汇钻科也要探景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看看名字，那取得不错，你最少什么运气也不错，啊，跌当然是你的机会啊。而且这张股票实际上在，我就跟你讲，严格来讲，这张股票那时候跟你讲，它正式发动，好，这个地方来讲，我有告诉你，这个地方你不要36块，你要全身，不小心还回到32.3，代表这个档股票一定是被错杀了一档股票嘛。为什么被错呢？你自己看嘛，它营收我们上来嘛。这档股票3455的好大的油田呢、啊。但是我今天还是跟你讲，我不是叫你要追高，因为毕竟这档股票基本上也是一档，一定有人刻意的去杀低嘛。因为既然杀升了多少股票，能砍都尽量砍光光。今天砍完的时候，今天讲涨停板。好，那现在这档股票你自己看看，就32.3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买下去的话，这档股票今天可以现买现赚涨停，因为它什么？它叫生物辨识，不输哪一档股票。严格讲，它就是指纹辨，就是生物辨识，就是包括脸部辨识这方面的题材，包括晶材也是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包括一档就是好，我们现在讲今天最有代表就是一档就是原相了。现在原相今天涨什么？它是脸部辨识啊，也是这样的题材啊。那原相都可以涨到这个地方，哎、欸。原像我说今年是一档非常可怕的潜力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涨了你不要去追，你在低阶的话，在今天86块，原像不小心又回来，好，回来它都可以什么，又回到90块以上，那就代表这个题材一定有未来性嘛。那但是股票一定什么一涨一跌一涨，因为资金的问题嘛，那没有办法。
因为资金目前只有800多亿嘛，它不是全面性的资金很大，现在反而这么讲，你想会选股，它有题材性，它股票来讲，它的带动在哪一个地方？在有些有真的有一个成长性的一些公司，你不要这么急嘛，好，不要这么急，它一定会有一天还它一片公道。就像这档就是什么，就是这档股票，而且说实在，这档股票实际上你仔细看清楚哦。它虽然36块这边还没有正式过，但是是颈线嘛，你也知道嘛。36块给它正式站上去，因为目前还没有，所以36块那个地方你还不要去追高，好，这个地方还在整理。但我不认为这张股票它回到4块有什么难处，因为毕竟你看它的月线来讲，你把它切下去看看，它32.3已经站得稳稳。那请问你，它只要连升下来，这档股票你给它一点时间，是怕你不给它时间而已。说老师有，我给很多股票时间呢，可是给的都很伤心呢。因为时代在改变嘛，有人要这种股票比较有题材性的，它未来它的空间相当的大嘛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点名到的股票，实际上我常跟你讲说，宏杰科进来我就跟你讲说，你就不用去做追了哈。虽然它今天也是很亮丽，恭喜你持续的赚钱，但是我会给你规划一些30-40块的股票，重新让你再赢在起跑点，这也是其中的一档嘛。那另外哈，我跟你讲说，很多股票错杀哈，包括。还是提醒大家，有一档股票叫4934的太极哈，这张股票，请你不要乱杀跌。你手上如果还有这张股票上的问题，你把电话拨通好不好？好，跟大家结个缘，因为毕竟这张股票曾经我跟大家报，很多人还没跑掉。那今天要赠送给大家一档股票，你把电话拨通，这张股票是 F 开头的，好，补你会赚跟没赚到场的钱，包括有点没赚到钱，欢迎你把电话打通。祝大家超人生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高者应酬，大者大啉，张国酒强为善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眼睛，经验，经验，眼睛，眼睛，经验，经验，眼睛，经验，眼睛，最可以啦！矿泉水啤酒，燕京啤酒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